我喜欢吧。为什么？现在天气热，冰的不能吃，热气的也不能吃。蛋糕，蛋糕更加不能吃，这些奶油吃了就容易发烧积食，所以就不能吃这些东西。今天已经给你煮绿豆汤了，就是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哈。这个吃了又健康，又能降火。我跟你说，我又儿童节是糖果和那个饼干，很好吃。但是今天六一儿童节是还你们前几天已经没有了，前几天已经庆祝了，已经吃完了蛋挞，吃完但是我们。我们还有饼干呢。哦，饼干不能吃，饼干太热气了。你上次我们是幼儿园吃的，吃了就可以了，就回家也不能继续吃了。那如果这样继续吃的话，就很容易上火的，上火你就会喉咙痛，知道没有？要吃药。对，还会生病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太多。我们家里吃的这些菜更加健康，知道没有？可以强壮。嗯，那就是了哈。是我的手表。好。你办了手表。你们两个在这里玩，我去吃饭了哈。不、哦。放好。妹妹今天不用上学。今天我写了一个三和大。那你写吧。这个好，二皮姐，三牛奶。好了，赶紧写，写漂亮一点。不给你出来，那个门给我们用绳子绑了，不然它一下子就开出来了。那绑紧一点，它出不来。坐在这里面凉快多了，出来外面它立刻就往外面门口跑，不然就往楼上跑。好，我问他这个马呢，他立刻就去拉过来了。妹呀、啊，别去啊，别去啊，不准你去啊，去啊！爸爸有拎刀有架。哇，今天煮绿豆汤喝。这个绿豆汤很粉的，都是沙，里面加了几勺那个东京原粉，然后它这样就是有点汤，有点浓稠的哈。加了我妈那边的那个东京原粉，潮汕这边必喝的夏天这一道糖水，真的非常好喝。中午我们还是吃粥，这里一锅粥，一锅绿豆汤，太热了，这几天多给小孩子喝这个。然后它这个东京原粉，它不会像其他那些凉茶那么寒凉的，这个粉是很好的。先盖好，等一下吃，弟弟先吃。太烫了，拿个碗来。他说自己会吹了，听婆婆说烫，立刻就吹。弟弟很喜欢喝这个绿豆汤，他喜欢喝一些汤水的，昨天冬瓜汤也是喝了好多。风天气热，多煲这些绿豆汤给小孩喝，但是要加一点这个东京原粉就不一样。里面也可以加西米的，今天没有加西米。老师要抱着个碗给我们说了一下，就立刻就哭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啊！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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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。哦，那个发给我们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真的生气了，现在生气了。好的，去去，来来，他发给我，发给我家，来去了。我来家，哇，生气嘿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汤还很烫的，我跟婆婆说了他两句。然后就憋着嘴就哭了，笑滴滴的笑。咱妹呢不能单裸的叫了，要不怕咯。嗯，笑。现在懂事了，啥都懂了。我看一下，好，好看，认真一点写。小鱼有教过了，那你就写吧。先盛一碗放凉给妹妹，这个甜的，然后一锅比较大锅，很难放凉。煮绿豆汤一定要买这种带绿豆皮的哈，不要买那种去皮的，这种功效才好。帮你放在这里，等一下洗好就可以喝了哈。这个好好吃。大碗啦。不大，你等一下还得盛多一碗。昨天吃两碗了。
大河大三班大着大风。对。他会笑了。绿豆汤吃不饱，他要吃这个肉，说他要吃。啊，猪蹄、肉饼、土豆。天气太热了，中午在外面买一点现成的回来。看一下我们这边卤的这个猪蹄，软烂入味，非常好吃。弟弟就是吃这个猪蹄，然后婆婆就炒了一点丝瓜炒肉饼。这个鸭肠还有鸭腿也是外面买的，再煮个剥皮鱼，土豆炒香菜，还有这个花鲜鱼仔炒个麻叶。这个是早餐给妹妹吃的瘦肉，中午这样吃，还有绿豆汤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是阿敏。你今天是阿敏了、嗯、那我是谁？你是妹妹。我是妹妹，那今天是我的节日哦，你要祝我节日快乐。祝你节日快乐。今天是什么节日你知道吗？六一儿童节。对了，六一儿童节、哦、那你祝我六一儿童节快乐吧。六一儿童节。哦哦哦哦，什么不能拿，还要拿拿我这个录音机、收音机，不能拿不能拿、夹在你的衣服，两姐弟都要抢着这个 录音的、但是他没有，他要拿这个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收音的不能拿，这个好，给你夹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夹在弟弟衣服上面夹一下，给，我不想夹了，给你夹，给你夹，给你夹。二姐姐她说不要了，给你夹。那到我这里不舒服。哦，哇，行了，嗯，现在就可以了哈。这个弟弟真是的，啥都想要试一下，他也懂得说给姐姐一下，也还要给他夹一下。姐姐不拿，他也不会说要。哦、嗯，我喊妈妈，我冇喊，喊妈妈下去嘛，是噶。妈妈下去哈，我说，等一下妈妈进来拿。OK 啦，妈妈接住哈，把住哈，等下三三妹妹放哈，吼、哦。